好，大家好，牛神，我们今天要带阿用去剃光头，兑现承诺。喂，游戏不是玩好玩的吗？玩好玩，好玩好玩，你要兑现承诺，好不好？不要啦，头发有第二生命呢。少废话，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去我们家附近的家庭理发剃光头了，哦，我们咱们走。好啦，来去剃光头了，啊，就是这一间啦，啊，伟力发廊，来 ，follow me。很久哎，他不要输个留念这样，留念哦，对啊，那么长啊，留个念哦，现在这样子哦，有刘海哦哈，嗯，要摆个 pose， 手比个啾咪这样子啊，手比个啾咪，我拍一下，这个结尾，啊，来开 T 了哈，啊，来哦，我同学你进来了，拉力头哦。要啊，可是很舍不得。舍不得哈，嗯，留着还可以后悔，还可以留着啊。留着呀，留着。哎，你像那个中国古代留上面前面一撮这样，留那个刘海就好。其实这样子蛮吵的，不是小朋友的以前古代不是留这样子？谁让你留啊？大姐，你先听一下后面这边留这样子一撮，我拍拍看。那古代的那种小朋友的长相，这样蛮帅的。好，这样还蛮帅的哈。对啊，你 P 这样还蛮帅。这样子人家还不知道自拍，还不知道哈。哎，你后面全光的啊，这样子，也蛮屌的，就头上一撮的。啊，他 P 了，大姐可以全 P 了。好，全 P 了。头型蛮远的哦。哎呀，你头型蛮不错的啊。头发重长也好，我以前养的狗皮肤不好，也是重长。爆炸。还可以啊，蛮像的人哦。对呀，这样好像也蛮帅的。哎，蛮亮啊，你看它亮亮的，然后抹油嘞，发亮。OK。感冒啊。啊，爽不爽？蛮舒服的，老实讲。啊，会不会有人看我？剃了光头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蛮不习惯的，光溜溜的。你这样比较好看呢。我这么觉得，哎，哦，比较有型的哦。来，戴个墨镜看看。很帅哦。哦，你这样就不讲话更好看。哦，把声带顺便割掉。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准不准？我摸一下。啊，来，记得哦。哎呦，小三米，要抠抠抠。我还是刚好穿这件，还是米色的。啊，阿佑，你兑现承诺了。我都这么有诚意，还不订阅起来啊？没错，我们牛舌频道就是这么强悍哦！啊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